支笔吧。好的。编一个绳子，我要这个绳子。那我要这个吧。行。咱一人画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我要画一个小苹果。行，我来画一个什么呢？我来画一个。你画一个小草莓。草莓呀、啊，草莓是红色的，应该是，是不是？草莓是红紫色的。我都不会画，你来画吧，我来给你那个什么吧。你来画我的小苹果。好吧，要把它涂匀了。涂匀了它，再画一个叶子。好了，苹果画好了，我先来给它飘一下，看看行不行啊？看看能不能成功？哇！哇！我的可真的成功啦！我的还没画好呢。我看看你的。你帮我画。你这是画的啥呀？普通。你得把它涂匀了就行，你得给它涂匀了这样。哎，你怎么越涂越没了？这啥呀？这是你又画了个啥呀？草莓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给你试一下啊。涂匀了吗？就是先过一下水，再轻轻的蘸一下。轻轻的，脱模成功。